台北桥头，因为小英要重返我们的荣耀，重返执政啊，所以今麦暂时这条呢，已经上车哈，五点二十分在那边请我们在等桥头的等啊，咱耐心一下，他过来了，伊的车队过了，咱渐顺着队伍吼，行对公园路，顺着我们进入中山南路，进入凯达格兰大道。因为咱底下有一个国政说明会，大家放心，天气非常的凉爽哈，非常的好，大家放心嘛，这边已经出发了哈，他们从已经开始从桥头在出发，因为车流量有够多，大家耐心一下。心人行做伙，伊是咱的宝贝。
食饭，连咩拢出来。感谢啊！阿姐啊，到时阵做咱拢无法度好啊来庆祝嘞。两千块八二，咱败选，咱嘛是点点来接受这个现实，这个结果。但是明年二零一二年，蔡英文啊当选，咱大家欢欢喜来庆祝，好唔好？好。
蔡英文，蔡英文，贺中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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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，这个六三三嘛跳票的马英九，啊，还有这个签一个法无经过咱台湾人民同意。进口美国牛肉也无经过台湾人民同意，而这个马英九无顾台湾人民的生活，无顾台湾人民的身家财产安全，这个马英九欢喜的就是。Thank you.